等一下、喔，没有，先试开嘛。等我一下，我在调，找不到我那个什么，他那时候叫我把东西改成心情，然后用成玩游戏。我突然找不到东西在哪里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吹波，早安早安。哎，你们是收到通知才进来的，还是看到左下角出现什么什么直播才进来的？分享到不是这个，留言模式不是这个，电玩游戏不是。哦，好烦哦，在哪里啦？糟了！哎、欸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找一下在哪里。通知哦，好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去找一下。心情。那个心情怎么用？嗯，在这里你要先按标签那边，然后按心情下面有个玩标题。嗯，等我一下哦。心情。啊，没有啊。哦，标签，你要先按标签那边，标签哦，玩哦，玩啥？不是游戏牌啊，等一下啦，嗯，糟了，删掉，什么叫游戏牌？青菜呀，好了，这个嘞是最近我们兔窝有个叫小鱼的推坑的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就是我说过了，我从五代的时候就开始在玩了。那因为它六代有中文，我就马上买了。这款游戏现在Steam现在特价18块钱，嘿，我没有工商，只是这款真的很好玩。啊，至于这款游戏嘞，跟以往的守塔游戏不一样，是你要先让角色练等级。一开始右边这一块全部都没有，都不会显示啊。你要放这只猴子，比如说，我们先随便放一个，简单这个。那这个游戏就是一开始你也没有这么多角色，啊，这个也不会免费，因为我点天赋啦。你就比如说等级一嘛，你就这样摆出来，然后这个猴子雷刺就这样子刺破几个气球在这里，然后就会显示说你经验多少，然后以此类推，我就是这样子。你想要练这只角色练多一点，你就多放几只，然后你就会看到，比如说这边是95019嘛。那至于这个游戏，就是你每过一轮，它才会增加经验值。你看，比如说现在还在第二轮哦，你看还是950，哎，哦95119，对啊，因为刚刚跳第二轮了，那所以你看第四轮95靠腰，怎么会这样？小鱼不是小鱼，那你看哦。然后第五轮了，那就会变952299这样子，那就是每个经验所需不一样啊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挂网。然后兔窝的有个就问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挂成那么夸张的？就很简单啊，来有玩这个的，我教你们怎么挂等级哦。来，首先先点开这一关。简单，然后把这关打开出来之后，
我分类四五啊，就找不到六啊，找不到六，没办法、啊。那首先就是把角色练起来之后，我啦，基本你们也就是只要能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最主要就是这两只直升机跟超人，那超人点最上面跟最下面各两点，然后直升机就是二跟三，这个点到二，这个点到三，白痴，等一下。重来。这个要先点啊，这个要先点折价。那就这样子。至于这个，你可以选择，如果你要练角色的话，你可以把这只卖掉。啊，如果你只是单纯要逛的话，你可以把这点到。三二等，二等的话是加攻击速度，嘿，加攻速的话就可以安稳挂王了啊。像我最近都在练角色，我就是像比如我要练这只吧，然后就这样子摆一大堆，就这样通通摆上来。啊，后来我有测试说，你把这只升高或是全部摆，哪个效果比较好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就看你自己啊。我觉得全部摆出来会比较好啦，比起升高啦，就这样卖出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样子挂网了，然后就可以跟你们聊天啦。五能干嘛？五的话是五代当然是六代的前一座啊。那再来就是，六代有中文啊，五代没中文。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练，我是这样子练的啦，因为反正你钱不会再加了，然后你就是角色放好之后就挂网。就这样子练起来的、啊，然后等级也是这样子慢慢练起来的啦。啊，这会挡到啊，从这里。刚刚是剪完影片上传好之后才开台的，反正一点半就可以上传好了。刚刚用封面用到两点，而且没就今天要开始正式开台就很紧张，然后昨晚又没睡好，什么大概四个小时，直播到几点哦？下午的话就直播两三小时啊，啊晚上的话会再玩游戏啊。只是你也知道要找游戏来玩真的是很难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就是怕，因为大概一个游戏寿命大概就是50个小时以左右吧，那大概就是直播个几天，我的这个游戏的寿命大概是差不多，要找新的游戏来玩。晚餐吃啥好咧？我最近真的紧张到紧张，压力大，然后情绪失控到晚上都没睡好。你还在想怎么练等？来，你就这样子练啊。最主要就是你要靠直升机跟超人吼。你也可以直升机就是摆在，你也可以直升机摆在这边。因为你要前面 这些打到才有办法加经验嘛，就比如说你看这只打到了439，可是不一定加439经验啊，可能就是有摸到，然后回合结束就会加一点点经验。那至于直升机，我点到点到下面这个，是因为它可以将气球往前吹，往路口吹，你就看到气球一直。气球就是会一直往后飞，往后飞，往后飞，然后这些又可以再摸到，摸到的话就会再加经验。
啊，至于放这只超人猴啊，这只超人猴尽量放中间一点，不要放后面哦，因为有时候一波太多，超人猴会打不完，打不完你就直接结束了，尽量就是放在中间一点点。你们就这样放吧。这个游戏3天前买的，然后是到今天早上，因为我都是边剪片，然后边就是这样放着边剪片，然后就是把所有角色练满，再加上等级也70几等。这游戏练等其实很前面真的很快啊，后面就真的难练死了。早安早安。我最近每餐几乎中午只吃一点点，然后吃个晚餐，晚餐再看吃泡面还是吃什么。我最近压力大到又是痘痘一大堆，然后又会开始掉头发，然后失眠有的没的。困难吗？没有，现在这是简单，因为主要是要练角色。你看，就是刚刚这样子一波冲下来有点危险。那如果你只是单纯要挂网的话，就是刚刚的配置再加上雪，这个雪猴子你就放在这边。这边放着，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，看影片啊，看我的台啊，这样子。不然可能就是一样，要找时间开个麦块的那个 Happy 手画图台，因为发现，那个上次那什么画画的那个。画素的那个影片，哦，观看超高哎！改天再来这样玩一下，可是不能再黑箱了啦。什么台中光头那什么东西？哎，反而你们用 FB 的 ID， 我真的也不知道你们谁是谁了哎，糟了。像我好像刚买这个游戏2个小时吧，我就开始这样子挂网，就开始这样挂着赚钱，不赚钱啊，练等。你不是说开始掉头发？没有啊，只要压力大都会掉头发，不然就是变天换季。其实掉头发是每个人都会掉啊。之前有网络上看到一个女生，她把她一个月掉的头发整理下来，哦，那个发量是一撮一撮，超像头那个什么马尾的。雷秋安安，我叫什么？干，你不会是我弟吧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靠一 ，Hello， 我们正聊天室。什么东西？教主在虾皮卖的东西，感觉我越来越多。就有人提议呀、啊，我就会想啊，如果真的有人买，真的有人买，我才会去卖啊。不过有个东西真的是夸张到没人买啊，就是我的那个证件套。证件套是那时候就有人讲说，我随便画就会有人买，就真的随便画了，就完全没人买。好啦，就这样过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们只要用本名还用什么
昵称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些 ID， 我绝对会认不出来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拓关卡啦。我本来想说单纯拓光卡用一样的配置就会过了，结果没有耶、欸、因为每一关他那些什么他有些那要怎么讲，有些气球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昨天晚上有同样的白发，可是就没过，就像这样子嘛。然后雷射猴，再来是放个冰的。也可以啊，去弄个自己的那个啊 ，ID 啊。哦，放一个这个好了，反正不用钱，不用钱啊。其实下午开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一点点人、欸、因为我下午也只是真的，我没开台也都是看别人台，不是看影片。因为我蛮常私下自己玩游戏啊，啊又不太爱，要怎样？你知道，就自己研究游戏，还要顾聊天室，会比较稍微忙一点点，所以有时候可能玩个游戏玩一玩就破关了这样子，然后都没有开台玩。感觉很久没看我直播。你很久没来追直播了齁，我理论上二三五都固定会开麦快台啊，啊礼拜三是那个啦 ，Amigo， 反正就二三五都会固定开台啊，啊只是这个月开始几乎一个礼拜会开六次台吧这样子，可是我担心这个月也有 CWT， 我怕说什么就是我礼拜五可能就是下去。然后礼拜六可能就回来，可能就是要礼拜六那种很累很累的状态下开台，啊，不然就是 CWP 的礼拜五、礼拜六不开台这样子。我突然觉得这款游戏你们看不懂，应该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反正就赶快去买来玩，18块而已，然后就知道我在玩什么了。然后每个角色的能力都不一样，然后它有分类似天赋的东西，然后它有分蓝色背景的是预设，它称为主战。然后这个是绿色背景的，叫做军事。然后这种紫色背景的称为魔法。然后这个黄色背景的称为，忘记了，知识哦，还叫支持。然后你可以点自己喜欢的天赋，
它是可以点到满啊，不过就是要等级而已。直升机很好用啊，我第一个就是专攻跟那个谁兔窝的玩，我第一个就是先练直升机，然后直升机就真的很爽啊。然后我又把那个军事，因为军事有个天赋是那个你开场的第一只军事角色价钱减半，所以我一开始理论上我跟他们玩，我第一开始就是可以把直升机叫出来。嗨，艾琳。啊，不是啊，还是我等一下把那个啊房间名称打上来，我看看有谁，然后我们再来组队打那个打关卡。手机电量，哎、欸，我本来不喜欢，我真的不喜欢就是充电，晚上充电，因为你晚上充手机，因为你充满的时候，理论上是要把那个手机把那个充电线拔掉。